牛头人座在夜空特别明亮。 很美吗？ 大家放松一下，这都多亏有我。
间之道，揭露海泽拉斯的潜力。人心的咆哮，我要考虑一下。推翻旧主人的时候到了。是我。
啊，要像风一样快。水里黄金的味道，继续淘金。你有感受到太阳的赠礼？Thank you.
坦的传承永不消失。小呆子，孩子，就胖了。